好，啊，你是哪里？这个拇指痛，好像是打球的时候不小心杵到了。啊，痛哪里？现在正在痛。现在有点，都不能尽量少这么动，但一动也会痛。痛这里还是痛这里？应该是这一块。好，这一块，好，它的位置痛这一块，那它的拇指痛这里，我们应该处理哪里？哦，这里是吗？有人说这里，要处理这里，他这里痛，你又揉这里，那不是揉到影子去了吗？所以这里痛一定是这里嘛，所以这里管理的就是这一节嘛，对不对？这样清楚了。所以如果这个没有用这一套，一定揉不出来，因为他不会想到这里痛是揉这里，那你这里怎么去做它？有些外面怎么推拿，他一定不会啊！你这样多久了？记不清，反正时间不长，也就一个月吧。一个月哈，但是也不是。那还好，没有等我很久。要不然这种外面我看也没办法，因为他这个一定是唯一答案就在这里。那我在台湾也遇过很多，这一节痛，很多都痛好几年，因为找不到医生。那找了这里推都没有找到痛点，那这个就是答案在这里啊。痛哪里不能推哪里了哈，这个是基本概念。好，这一点痛吗？有点，这一点有一点点而已，好，不是还啊这里呢？还好，啊这里呢？比刚刚的痛一点点。哦，比刚刚痛一点点，啊这里呢？不是很痛。不是很痛，那只有这一点点，但是我看他的表情好像没有什么痛。这里很痛吗？好，你坐下来。哎，这里是不是很痛？还好。还好。啊，这里呢？哦，是哦。这里呢？可以，但一般人觉得这个应该会很痛。哦，是哦。哦，真的有学过功夫的，所以我看他的表情好像跟一般患者的反应不大，因为阿斯谢的反应是很痛的啊，但是对他而言好像如如不动这样。哦，哦，原来哦。那不是，是匕首。这一点会觉得特别痛嘛？好，你对，比较起来是这一比较痛。啊，这一点嘛，哈，对。好，你再动动看你的那个拇指，我轻一点，像面条。像面。我看你不会痛，所以我一直用力，可能用得太过力。没有，特别舒服，特别舒特别舒服。服，啊，是哦，对，真的是真的真的。哦，是哦，我还以为用力过猛。没有，你看，这手好像不像我的手，特舒服。是是啊，你现在看看你那个拇指这样动，不会痛，不会痛了真哈，不会痛。真的不会哈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不会。